结合我们的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，而第二支问题。那下回等一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多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苍天啊七娘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KV2 地图是慕尼黑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下面的出生点位。这个 KV2妈的，带了好多 HE， 但是还是有九个 AP。哎呀，哎，这种机会你不要开发，很难达到的。他一下就过去了。你这种粗管子炮，你想搞他好难。你就往前面那个路口顶就行了。啊，你看他们有人要上来，有种你上来。啊，他不给机会啊。小心看一看有人吗？哦，强行顶出来。好，妈的，一出来就干死一个。然后看看怎么走。啊，他被干了。哎，你来。哎呀，哎，妈个蛋。哎，不要这样。好，他们可能没感受到 KV。 哎呀，差点把这炮放出去。你要出来是吧？两个都是大管子。呀，这个打偏了啊，打偏了。妈的，太晕，一共就这几个。其实刚才看到炮弹是在旁边的哈，我帮他加一把速啊，赶紧上弹。哦吼吼。HE， 因为知道你皮厚，我就拿 HE 崩一崩你好了。来啊，漂亮！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好，弄他一发。哎，就一个1%血的吗？你还干不掉？哎，不要逗我。谢尔曼是吧？哎呀。好了，这下流氓进家了。顶着大浪来进来了。什么？你刚才干死人了？再见。
哎，这简直就是个移动重型火炮呀！重型防护的火炮，那个出来看到你就要跪，什么鬼啊？等缩圈，等缩圈，等缩圈！啊，管子太粗了呀，刚上去呀，哎不，这什么鬼嘛？哎，我没懂啊。前面那个队友，你该不会要被干了吧？呀，不会被我说中了吧？妈个蛋，干死他！哎，不要，没机会了。好，喷了他一口。哎妈的，那个斯柯达你什么嘛，你妈的你死了就骂全家。哎，我遭不住你这种人，哪儿对哪儿不对，你就事论事，你妈你一来你就评价智商，我操。这样跟教授还有什么区别？你去死啊。好，赢了啊。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1767858588@gmail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